我是大肥，由9月19至到中秋节期间，凡上嚟网台购买冰皮猫山王月饼，实价两盒372元。如果之前在网上或者莅临网台买了冰皮猫山王月饼的话，只要有单或者我有你资料的话，额外补送 D24 榴莲糯米糍一盒10粒。希望大家踊跃啲啊过嚟，因为咧真系临近佳节，我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开心啲、愉快啲嘅猫山王中秋节。拜拜。健康解码，今日好荣幸请到我哋个网友阿 Daniel 上嚟接受健康解码嘅访问。你哋好。Daniel， 之前你有咩问题要食呢个四小宝去调节身体咧？肝癌嘅三期。肝癌嘅三期，咁你有冇试过化疗啊、电疗啊咁嘅情况咧？冇啊，冇。即系一开始三期，你都冇去接受化疗同电疗啊？冇冇。咁但系医生应该都系会叫你去咁做嘅、啊。佢开头就叫我割咗佢咯。嗯。佢问我两个方法啦，一系割咗佢，一系做电烧啦。电烧即系电疗啦，同埋即系割咗佢啦。咁你两个你都唔拣。揀咗电烧啦，烧咗三次。烧咗三次，咁个效果有咩副作用，同埋有咩好处同唔好处呢？烧完三次就多咗粒啦。烧、哦、完三次之后就多咗粒啊，就本来得粒嘅啫。係啊。咁烧完三次之后就多咗粒，咁多咗粒之后，咁医生又点提供嘅意见，系想点做呢？叫我做化疗啦。哦，跟住就烧完之后就叫你做化疗，咁你又点做呢？你阿 Daniel？ 我话唔做啦。我唔做。观察住先啦。观察住。咁你观察住，咁你唔惊佢越嚟越大粒咩？其实，唔惊啊，唔惊系嘛？点解？上网睇晒资料啦嘛。睇埋所有资料，咁你又点做咧？跟住就吓，跟住搵四小宝咯。搵四小宝，点解你又买四小宝呢只健康四小宝咧？食呢只咧，我又觉得奇怪。成分高咯。我因为成分高，因为你其他牌子，依家你又唔要咧。成分好细，好少嘅啫，唔够力噶嘛。我唔够力，即系健康四小宝嘅成分又比较足啲嘅，本身就系。咁系咪等你好似同我讲，你话16粒嘅健康四小宝等于人哋200粒咁嘅成分噶咯？嗰个差唔多纯度，系啊，即系差唔多16:200咁嘅纯度啦，即系同 GNC 嗰啲比就系。系啊，咁你而家食咗之后，你呢排你好似啱啱早排先至 check 咗个癌症指数，而家话系点咧？那个近况系肝酵素啊，肾上腺素啊，嗰啲指数全部都正常翻晒咯。哦，正常翻数，咁个癌咧嗰个。即系嗰粒扩散咗嘅癌啊，点咧？而家又而家得翻一个黑影，即就冇咗个癌噶啦，已经系应该就系冇咗咯。啊，咁如果冇咗，我想问咧，你个指数去到三期肝癌咧，其实都几严重噶啦，本身都系啊。咁有咩办法提议？就系点样嘅嗱？我当你净系食健康四小宝，我觉得系咪应该仲有啲食嘅方法去调节，令到啲癌细胞唔生长咧？即系我都睇到你好多书，你话而家其实。健康四小波疗法其实只有英式黄室疗法嚟㗎嘛，呢个系等于系嘛，系咪咁啊？系系系。咁你仲要点样去食物去辅助啊？或者你就系咪话你好似话粥粉面饭你都唔食㗎咯？已经系。系啊系啊，咳糖咯，最紧要系。最紧要咳糖。因为你自己本身会制造葡萄糖㗎嘛，你唔使吸收个咁多糖落去㗎。哦。你吸收咁多糖落去，个癌细胞系吸取糖分嚟生长㗎嘛。哦，即系唔俾佢做癌细胞做糖酵解嗰个道理啦，基本上。即系等佢冇办法生存啦，基本上。系啊。咁其实你都阿 Daniel 你都识得好多㗎啦，本身呢啲都系。我都唔识㗎，我都系。但有病嗰阵就睇多啲啦。我都系八八卦卦。有病就上网查，系咁查资料嘅啫。啊，咁而家你个身体状况比以前有咩好转，或者有咩唔好咧？个问题就系、是，嗯，啊，身体状况系同以前比系点咧？好多咯，好好多。嗯，我想问咧，你食咗健康四小宝有乜嘢副作用咧？其实你就会有咩副作用？你觉得会？四小宝系唔会有副作用，唔会有副作用。咁但系你话一日去7-8次厕所嘅，你本身要去。佢本身个身体产生呢个排毒机制，所以只去咁多次啫嘛。哦，即系去到7-8次厕所，反而系冇乜嘢。会唔会话排屙到你好脚软啊，或者唔精神咁嘅问题咧？唔会，即系你本身食完之后反而系精神啲。系系。咁我想问啦，咁你食完之后系咪会人哋同我讲？有啲人同我讲就话食咗呢个健康四小宝，其实个肝
即系个系冇咁痛嘅，会唔会咧？系令你个病发嘅时候冇咁痛嘅，会系啊，系会令到你冇咁痛嘅，会冇咁痛。咁系大约个比例系 100% 计，如果 100% 系痛，咁如果你话食咗之后会减少几多度咧？减少 80% 左右。减少 80%， 咁即系话可以忍受到嘅癌症嘅痛啦，本身都系。本身有洋葱素喺里边会同你止痛噶嘛？哦，即系洋葱素本身可以好止痛嘅 ，Daniel 啊。咁啊 ，Daniel， 我见你，因为我见到你几次，我见到你都越嚟越精神。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啊，因为可以即系我哋解释个原理，喺都多啲人了解喺个原理，可以多方面去医到癌症啦。我觉得都系好啲嘅，即系多谢你分享你嘅经验俾其他，多谢晒啊 ，Daniel。哦，唔使客气。偶尔繁忙不代表遗忘。祝福各位朋友健康同埋开心啦。今日咧，我系健康界嘛 Tony Wong 啦。今日咧，我就分享咗一啲喜讯嘅，就有个朋友食咗嘅四小补咧，佢就处理个肝癌问题咧，就系、是、已经系喺出嚟嘅医生报告咧，就证实咗系冇咗个即系癌细胞嘅。咁证实佢已经开始痊愈噶啦。咁今日咧就系、是、后边嗰段咧就介绍佢点样去。佢个分享啦，咁今日处理三段嘢啦。第一段咧就系、是、每逢我听到呢啲咁嘅人哋患到肝癌咧，我就谂起真系定系谂起罗文噶啦。喺当时嚟讲，罗文咧因为个酒佢有个肝癌咧就死咗噶。嗰阵时咧，我就听到都好难过嘅，次次都系一唔知点解可做亲呢个健康解码咧，一处理呢啲咩病咧，就一定谂起边个艺人。点样死啊？点样即系点样噶？所以我有阵时一谂起咧，就系谂起佢咯。咁就今日我又唔系话处理咩叫嘅，佢系有佢嗰啲人同我分享，佢话佢饮得多酒先有个酒精肝，即系酒精个肝癌咁样嘅。咁咧今日我就第一 part 咧就系、是、想发分享呢度啦。第二 part 咧。就係、是、講就係關於就係話，我有幾個朋友上個星期嚟咗我哋嗰度分享，即係分享佢嗰、那個上買我哋敏迪啊、四小寶啊點樣處理嘅。咁當時嚟講咧，我就係冇乜特別去幫佢咁樣嘅，只係但我只係聽佢點樣咯，聽佢點樣講咧。但係我想話喺呢一節前半節咧，就係、是、講下。佢問我啲咩問題，我點樣而家點樣答佢啦？咁第三 part 咧就係、是、話，又講下個朋友佢係乙型肝炎大菌者，點樣引致到呢個肝癌嘅問題？咁第一個 case 咧就話、是、有一個女人嚟到我哋嗰度買敏迪同埋一個四小寶啦。咁咧就講係佢個老公係患咗癌，同埋佢有個蛋白瘤，點樣去處理，同埋點樣去進食四小寶同埋呢個敏迪。咁第一個問題咧就魚翅問題，佢哋好關心嘅，究竟我哋用幾多啲食物落到肚，幾多時間小時去要先需要大便咧？咁我首先我食咗。啲嘢落個肚咗之後咧，咁大約係90分鐘咧，就會將正常嚟講啊，將你個胃所有嘢清倉咧，就消化咗落個小腸，而家去到肝，跟住去到大腸，咁咧嗰個時間咧，去到大約出翻嚟就24小時嘅，所以一個人正常咧，一日咧就去一次。咁啊，四小寶咧有一個蘆薈素嘅。嘅一個植物提純咧，就決定咗佢嘅魚翅嘅速度咁樣嘅。蘆薈素係咩嚟嘅咧？就係話佢本身咧，令到小腸咧蠕動，分泌大好多嘅水分，令到佢盡量由小腸排去到肝去到大腸嘅。佢就因為太多水分咧，令到佢好快排泄，所以就話呢個因素咧，就決定咗。要你食几多个份量嘅蘆薈素，先至减低去鱼翅嘅次数。如果你一日食三次，每次两粒，即系话按翻佢个
資料咧就係蘆薈素 60% 啦，九十即係話一粒咧係大約95mg啦，你當係100mg啦，即係話如果你一日食600mg嘅蘆薈素咧，係咪需要咧？所以喺食呢個四小寶嘅時候都要考慮個蘆薈素嘅因素，去決定你食幾多粒嘅。雖然話佢哋有話食我哋假設你食跟翻醫生似早五晚空腹食三粒啊，兩粒啊，咁你就話你就睇下你去嗰一日會唔會係去到幾多次先？去多幾？如果你係一日去兩次，都叫正常；如果去多三次，就叫做唔正常嘅。你要食飲電解水嘅，所以變咗嚟講，你如果你真係去嘅次數嘅多少咧，你就一定要喺呢三次嚟講，可能中午唔好食，變咗兩粒，變咗即係蘆薈素一日食400mg，睇下你個情況有冇改善先。因為咧，你會如果你用埋敏迪咧做一個拖膽啊，拖住呢兩樣嘢咧，咁蘋果果膠咧要食幾多份量先至唔會影響到呢個大便咧？因為佢本身都係令到大腸蠕動就會都會增加去廁所嘅次數嘅，所以如果你蘆薈素加埋呢個蘋果果膠咧，有可能就影響你去廁所嘅頻率有幾多次咯。一定唔可以超過三次嘅，如果唔超過三次，你個水電解質嘅平衡咧就會跌嘅啦。咁关于嗰、那个女人嗰个老公嗰个问题，有三点要注意嘅，就係话佢用呢、这个四小寶寶唔系敏迪去点样去处理佢个癌細胞嘅问题啦，第二个就係痛症嘅问题啦，第三就係佢嗰个蛋白尿嘅问题嘅。咁建议份量就两粒四小寶啦，四粒嘅敏迪嘅。点解我要咁样配搭呢？因为我哋睇到就係话如果你而家變咗五小寶啦，跟住有蘋果果膠啦、粟米心素、洋葱素、EGC 綠茶素同埋蘆薈素啊嘛，依五種咧都係處理呢個癌細胞致滅啊，唔好俾佢增生擴散嘅。如果你嗰個女人點樣回答佢個老公咧，你就咁樣講啦。你話透過呢、這個呢啲依洋葱素啊，呢啲五寶啊、四小寶嗰啲咧，就好似一個雞尾酒療法去。点样将呢个癌细胞围攻处理消灭佢咁样嘅？咁你同时咧，你睇翻佢入边有点样去用敏迪去修，即系洋葱素去修补咗佢嗰个纤维肾脏嘅嗰个网嘅纤维化嘅，令到修补之后系改善咗你个蛋白尿嘅情况嘅。至于痛症咧，你一定又系靠翻洋葱素嘅你食佢幾粒啦？譬如你食四粒唔夠，因為你本身就話敏迪四小寶咧就有成300mg嘅如果食兩粒有300mg嘅洋葱素，如果你加多咗四粒咧，就總共你差唔多有700mg 嘅洋葱素去處理呢個問題嘅。所以你睇翻下你個痛症需唔需要加大咧？但係加唔加大咧，係由呢個嘅敏迪去處理嘅。因為我試過十段食十粒好，二十粒都冇乜問題，但係四小寶就唔可以。四小寶最多我睇到佢復方概念咧，最多只能夠食四粒啫。因為佢本身有個蘆薈素，係蘆薈素好決定你嗰個可唔可以加到上去，因為你係令到你係去廁所個次數多好多咁樣嘅。因為所以你要諗下呢個，你需唔需要去廁所咁多咯？咁第二个 case 就係话呢，一个爸爸带一个佢个女过嚟，话佢个女係有一个湿疹，应该点样处理。首先呢，大肥呢个地方呢唔係诊所啦，同埋呢度係冇医生嘅，所以呢我只能够假设呢个小女嘅女仔呢，佢个嗰个问题就係话有免疫系统嘅问题。咁我哋點樣處理呢？咁我立眼去呢，好似個腳有啲腫咁樣，水腫嘅。係咪真係免疫系統，你要睇返醫生囉先知囉。但係我哋呢度只不假設你真係有呢個問題呢，用敏迪點樣處理囉。因為呢我哋就即係我哋收到料就話所有嘅，由於呢個係好高純度嘅提取物，所以所有孕婦呢都係唔可以食嘅。
第二，小朋友要食几多咧？小朋友其实食个，因为系发育时间，所以变咗嚟讲，佢食嘅提纯都唔会好大量，最多一粒至两粒到啫。所以建议份量都系早晚都得一至两粒咁样咯，嚟处理佢个问题嘅。如果佢有经痛咁样，你咪多少少，譬如变咗两粒嗰、那个敏迪咁样咯，咁去解决个问题嘅。咁咧呢一 part 咧就好重要啦，就讲下我哋有一个朋友啦，系男性嘅，中年男性嘅，佢系一个型肝炎大菌者，后来咧就系演变成一个肝癌嘅事情嘅。佢点样处理？佢系由食呢个四小宝两个月度咧，就可以经过呢个叫电烧嗰、那个三次电烧嗰、那个疗程，加埋就四小宝嗰、那个帮助啦，咁样啦，就点样去喺两个月咧，点出咗个报告，医生出咗个身体嘅检验报告，证实佢冇咗嗰啲癌细胞。首先咧就处理呢个嘅乙型肝炎嘅问题啦。咁記得我哋大專嗰陣時候咧，咁有啲護理護士咧就過嚟叫我哋所有嘅大專生啊、大學生咧都要打呢個乙型肝炎針。咁啊，每一年咧打三次，就第一年咧中第六個月之後打啦，跟住就係最後尾嗰個月又打一次嘅，總共三次嘅。咁就打完之後咧，出咗一個問題啦，就係佢打完一年之後過嚟。话俾我哋听，我哋呢班人系冇呢个证实，系冇呢个乙型肝炎大菌者，真系冇嘅。咁就点样处理咁样嘅？咁佢当时嚟到我哋学校，就话俾我哋听，你哋要打巩固针喎，因为我哋唔知道你有冇抗体啊嘛。因为当时我哋都好嬲啦，因为你冇理由打咗成三支之后，你哋都唔知道人哋有冇抗体噶嘛。即系我哋嗰一年打嘅，俾咗钱，咁打完针之后，你可以话冇。咁點啫，係咪啊？所以我哋都靴佢哋咯，因為冇理由噶嘛。咁你成日都話，咁你做咗一件事出嚟，你係研究咗，你有你嘅科學嘅根據啊，有研究報告噶嘛？你冇理由話有啲人得，有啲人唔得噶嘛。所以變咗嚟講，我都最後咩都冇理佢，唔打呢個咩加強針都冇乜做，因為都對佢哋都好失望嘅。究竟係點樣做咧？原来跟翻个植物提纯嘅绿茶素咧，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啦。因为单方嘅绿茶素咧，可以将个 IDO 咧揿低咗，然后再打呢、个乙型肝炎针咧，令到我哋有个抗体嘅。所以咧就冇抗体咧，就你睇翻你自己个 IDO 系咪可以识，即系可以揿低咗落嚟，俾个身体嘅免疫系咪识别咗出嚟之后。打佢同埋制造抗体咁样嘅，所以变咗嚟讲就系话，原来系植物提纯个方案都可以嘅，但系单方嘅绿茶素好危险嘅，因为打完咗针之后，你都要好似食翻敏定咁样，将个免疫系统提翻升嘅，否则嚟讲，我试过就话单方绿茶素滴咗之后咧，就成身出疹啊，所以我咧我对于个绿茶素咧好谨慎好小心嘅。至于一个。乙型肝炎大菌者可唔可以打呢个乙型肝炎针呢？其实系可以嘅。咁佢个处理方法又系有一个特别嘅处理嘅，又用植物提纯嘅方法去辅助去减低呢个 IDO 去令到佢有抗体嘅。咁点处理呢？照翻我哋指示嚟讲，就系话绿茶素加呢个NAC 乙硫保胱氨酸咧，就可以将佢个免疫系统嘅揿低咗之后咧。就是可以打呢个乙型肝炎针，就是一样咁样三支，一年三支咁样嘅。但系打完咗之后啦，你要睇翻你嗰个身体状况啦，有冇个敏感反应？好似当时我咁样，如果你唔收兵嘅话咧，会成个身都出风烂咁样嘅。所以之后咧，最好都系用埋敏迪咧去收兵咁样嘅。你隔多譬如一两日咁，你正话又食个敏迪去收兵咁样，变咗嚟讲你比较安全啲咯。有抗体之后就可以帮你收兵啊，咁样嘅。通常嚟讲，我听闻讲都好似要三个星期先至可以出到呢个嘅抗体咁样嘅。咁、你即系话，如果你识得处理呢、這个即系乙型肝炎大菌者嘅人，识得处理你嗰、那个打呢个预防流感针、预防呢个针咧，你都可以一样有抗体，唔会引致到你有肝癌嘅风险。
首先我哋知道点样叫癌变先啦。如果根据我哋攞翻嚟嘅资料就系话咧，因为佢本身发炎嗰阵时候咧，个细胞咧有一个叫 NFKB 呢样嘢，佢本身抑制佢嘅自灭嘅，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咧就停止咗抑制嗰个自灭嘅功能啊，所以产生一个癌变。而且个乙型连接素咧，令到个癌细胞扩散，所以就有呢个癌症。首先介绍两个人啦，一个就有食四小宝处理癌细胞嘅问题，一个就冇食四小宝处理癌细胞嘅问题。冇食癌细胞嘅嗰个咧就系叫刘晓波，佢死于肝癌嘅。咁咧，佢個肝癌咧就係原發性肝癌，即係話佢本身咧就係有個肝有癌細胞喺肝臟嗰度嘅，後來轉移性肝癌，咁咧跟住全嗰令到佢咧後邊咧擴散咗變做肝癌啦。咁呢個人嘅個症狀係點樣咧？佢係上腹唔舒服嘅，腹部啊嗰度咧，同埋右边腹部都唔舒服嘅。咁右肩咧都好痛啦，咁肝脏嗰边咧好大，咁刺激咗个神经黏膜咧好痛嘅。咁咧食欲唔好啦，体重下降，成日啲唔舒服啊，呕咁样嘅。咁上腹有硬块啦，咁就系皮肤咧嗰方面你睇到都系偏黄啊。咁大小便嘅嗰度咧，就小便就茶色啦，大便就啲浅灰色嘅。咁佢腹部有积水，呢个就系佢哋有肝癌嘅症状。记得有一班专家去治疗个刘晓波，但系之后得到一个结论，就系一条尸死咗，即系证明咗佢本身咧系一个肝衰竭引起嘅。咁问题就系话，咁多专家系咪真系冇方法去帮助佢咧？咁而家我哋用咗四小宝，活生生讲咗一个中年男性，佢用咗我哋四小宝，点样去复原啊？呢件事真系我哋全部人都好开心，好感恩。咁大致上咧就系话，我哋呢个四小宝系乜嘢嚟嘅咧？咁我用呢个产品说明书再重复讲一次。咁根据佢嘅产品嘅说明咧，就佢有两种装嘅，一个50粒，一个160粒。咁咧大约一粒有500mg 嘅，咁粟米芯数咧就98%，大约155mg 啦，一粒占嘅重量。咁洋葱数咧就有98% 嘅纯度啦，咁占个重量155mg。咁 EGCC 绿茶素咧，咁60%啦，咁就系占个。大約佔嘅比重就95mg， 而蘆薈素一樣啦，係60%佔嘅比重95mg 嘅。咁根據佢個pubmed.gov 咧嗰個研究報告咧，可以用翻呢個咁樣處理咧，就係話，譬如粟米芯素啊啲and 呢個 cancer 咧，咁你可以liver cancer 你可以即刻出咗好多研究報告出嚟嘅，咁就係話如果係呢個嘅粟米芯素咧，佢本身咧就係可以咧就係阻止咗個修補個癌細胞個增生嘅，即係唔好自己係再繼續不停會增生咁樣嘅。咁第二個就係如果洋葱素啦，洋葱素嘅研究報告咧，可以喺 PUBMID2825998955嗰張睇到嘅。佢話就係話綠茶呢個洋葱素嘅粒子咧嘅納米微粒咧，佢嗰個抗體咧通過咗呢個抑制增生咧，可以令到嗰個癌肝細胞凋亡嘅。所以洋葱素喺呢度咧就叫防止擴散。咁跟住第二個就係話 EGCC 啦 ，EGCG 咧就係、是、咁就睇翻個個報告啦。咁就係佢話呢個聚氯二型嘅兒茶素 A 咧，係抑制咗嗰、那個癌細胞嘅 MMP-9 同埋 CCL2 個表現，進而嘅抑制個癌細胞嘅轉移嘅，所以個綠茶素咧有自滅嘅功能嘅。咁最后尾呢个嘅叫做芦荟素啦，芦荟素嘅研究报告咧，佢话有一个叫做 ALOMICIA 呢样物质啦，有杀死抑制嘅嗰个癌细胞嘅，咁即系话而家喺呢度叫做酸死个细胞。
即系结论就系话四小宝咧，透过呢、這个呢、這个又宣死又自灭啊，咁样嗰个处理方法咧，令到嗰个癌嗰、那个肝癌细胞咧消灭佢咁样嘅。只不过你用个几多个份量系啱咧，同埋用到几多份量之后几多时间会消灭咗个癌细胞，就系、是、呢个另一个问题。咁以下落嚟一个访问啦，首少少背景嘅补充嘅。咁佢一个中年男性啦，咁佢啊用咗两个食咗呢个四小宝两个月啦，咁处理呢个癌症嘅问题，癌细胞嘅问题啦。咁其中有一个叫电烧嘅处理，佢用咗三次嘅一个电烧嗰个方法去处理癌细胞嘅。咁电烧同我哋讲就係话咩叫电烧呢，就有好1400度嘅温至到4000度嘅高温去消灭咗癌细胞咁样嘅。咁呢度呢就係想话补充一啲资料啦喺度嘅。咁落嚟呢就係、係佢嘅阿 Ben 少同埋呢个嗰、个肝癌嗰、那个预好肝癌嗰个朋友嘅一个访问嘅。大肥推介控油去屑防脱发洗头水 JW 韩国嘅，而家你哋见到嘅广告嗰两张相头发嘅就係一个半月之前我用嘅洗头水，未用洗头水，一跟住隔离嗰张就係一个半月后啱啱我剪返同一个发同一个光源同一个阔度影嘅相，大家可以互相比较。如果觉得呢两张相係真实反映到嘅，可以嚟打电话联络我哋订货。